来快点，这几个好大个，你看那里。哇，这个真的这几天采来最大的一个了，可以跟你手臂相比啊。这个真的可以跟我手臂比啊、好大的哦。哇，这个也是大家伙，厉害，这个真的超级大。这今天这几朵一个都比顶上几朵了。是啊，这里也是一个大蛋。哇，这种都好大，这只有两个大蛋，其他的还是小的蛋，其他还是后面长起来的。还好下雨，下没下雨那些都长不出来了。嗯，你看看这个毛茸茸的蛋，这个哇，这个蛋，这被包裹住了。这蛋没开之前比拳头还大。嗯，这边的还是刚成熟。这边的营养很好。还有很多小蛋呢。你看这里，哇，这菌丝都很旺，拔不下来。这个，你看，刚刚采的这几朵，放在篮子里就是显眼包啊，那么大朵。那上面还有，哇，今天这里开的多，这一丛的就比较小，一丛的就没那么大一点哈。你看前面采的那一个一个的，不得了。这一丛的蛋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，怕抠错掉。那没成熟的抠掉了。是啊，抠坏掉一个就损失了一朵。这些虫蛋还可以采几天啊？今天已经采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？第三天。是啊，每天都有这么多，还蛮精彩。明天这个上面那个蛋会成熟，你看。嗯，这个已经凸出来了。这里多漂亮！哦，篮子了。一个小不点。这三朵金花，这个是银花，白色的。不过这三朵开裙的确实漂亮。嗯，这种裙子它撑开的时候，又没有完全撑开的时候最好看了。它也不会破掉哈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看这个。哇，这两朵也好看。这两朵也是杆子长长大大的。这种杆子特别长哈、嗯，边上那一窝蛋的话，明天会成熟很多。这里，下雨天的话，反正这个竹笋不会倒下来哈。嗯，下雨天它这个蛋里面的这壳很湿润，所以它都是直直的脱壳长出来的。天晴了，很多开不出来。弯腰驼背起来。哎呀，看，后面还两朵。看看这个开裙了。这朵采完结束，哎呦，太滑了，下雨天，嗯，站都站不住，又怕把那个蛋给它踩掉。这朵又是一篮硬黑。